开无分车的有驾照的驾驶。他的无分车子的驾驶号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车发车了哈。其实哈，我们在糖厂里面所有的五分车车轨有没有是相通的哈？我们台湾糖业最兴盛的时候，总共有42家的糖厂，它的五分车车轨呢，总共有4000多万公里。好，等于说台湾以前哈都是以五分车的车轨为主了哈，一直到我们十大建设的什么样铁路面计划之后，五分车的车轨有没有才渐渐的被淘汰掉？好。其实我们五分车的车轨呢，是我们日本人考究南洋的铁路有没有？是从南洋的地方进来的。不像我们台湾早期哈，的铁路是从光绪22年，就是我们台湾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先生建议光绪皇帝开始建立。当时的铁路铁轨呢，是仿照英美、好英国、德国那边的铁路来建的，建的哈是不像。建的是不像，因为我们可能工地上面也没办法达到他们的结果了哈。当时的火车车速呢是时速20公里，第一段是从哪里？从台北到溪口。来，溪口是以前的什么呢？什么地方的地名？松山站，台北到松山啊，那是第一段的铁路。火车已经开了，快到了。好，第一段的铁路是好台北到溪口，就是台北到松山这一段。好，这是我们刘铭传第一的主。那第二段呢，是从台北到溪口。很好玩。好，所以只有这一段是哈，光绪皇帝建的。那到日本人日据时代的时候呢，这些铁路都没办法用了哈，所以日本人就把它拆掉重建。所以呢，日本人考究南洋的铁路铁轨的宽度是五分轨。好，从台北开始建。然后从南部开始建，建到台中刚好接平，所以我们的西部干线的铁路是日本建的哈。接着哈，我们台湾十大建设之后，陆陆续续就把我们车的铁轨过来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铁轨有没有三角铁轨？比较窄的铁轨就是五分车的车轨，比较宽的呢就是我们现在铁路电气化使用的车轨。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做的莒光、自强、区间。使用的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宽的积分车。那我们现在讲的高铁，那个不是高铁是国际标准，它是比较宽的，比我们目前台铁用的七分车有没有还要宽？那个车子叫做十分轨，就称为说国际标准，刚好是我们的五分车的车轨的两倍。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除了这个之外，台湾还有南部特有的轨道，叫做三分轨，就是有这么窄的轨道。那个水的轨道只要在什么，在砖块跟盐，只有南部看得到，北部、中部以上是看不到的。所以这种铁轨是比较特有的。包括我们现在阿里山坐的小火车，是几分轨？是五分的哦。不是我们台铁做的那种积分哦，所以阿里山上车的火车有没有速度不会很快？为什么？因为速度越快呢，它轨距有没有两个铁轨的轨距要越宽，要不然的话会翻车。所以呢，阿里山的小火车有没有都有限重量、限人数？有没有特别注意到？其实铁路是应该是相通的哈。其实堂堂的铁路，一面进来是有看到西部干线的铁路。其实糖厂这些糖厂跟西部干线铁路呢，会在前面的宝安车站是接轨的。那因为前面已经租给工业用地了哈，台糖地都很值钱，所以租给工业用地之后呢，工厂就把它围起来了，所以铁路就没办法相通了。所以各位从那边到这边，只让各位体验一下五分车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没有了。怕浪费，撞成了，撞墙了，撞墙，撞墙。要上洗手间的了，要考虑一下人家上洗手间的人。从360度往上走，就好像在天空散步一样那有惧高症的人就尽量不要走了，很危险哈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呢，就是以前的老旧的抽水站，它是结合蜂巢音乐屋之后，给它活化了一个。新的领域境界，所以它里面很多的音乐都蛮好听的。好，来，我们要往里面走了。
Thank you.
啊，再安排到里面来参观他的展览。哎，以后有机会，它里面也很大哈，展品也很多，观众里面展览看完了，在外头走一走都很棒哈。然后后面就是那个石鼓啊，石鼓在那边。对，刚刚我们有没有？刚刚我们才从那里。然后我们如果进入那个嘉义公园的射日塔塔入口里面哈，它有一对台湾云豹的铜雕哈，那个云豹它是象征台湾的守护神啊，那云豹是属于台湾特有的猫科。